你打过来以后呢，去打给那个台大护理站，看有没有哪个医生比较好。就我们就问到了一个王秋华医师，他是一个和平医师，他不是基督徒，但是说真的，因为刚好这个医生就是这个林口长庚的这个老师，所以他就写纸条叫这个医生要放人，因为他们没有骨髓移植的设备。然后后来我就跟我们弟弟祷告，就是说我们就一起来，就是求上帝来医治你。然后后来就是我弟弟就做了骨髓移植的时候，然后就出来，然后去经过好几个那种有那种并发症这样。然后感谢主，就有一些就是祷告以后，就我弟就活过来了。本来医生呢跟他讲说他没有办法生小孩，就感谢主，他小孩子今天读大学，而且生两个。所以那时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其实上帝在修剪我，不要依靠自己，你要读这个全职服事的时候，神会来照顾我的家人。甚至最近我妈妈也中风了，那我们就祷告。感谢主，因为我妈妈呢，慢慢就是可以自己就开始处理家事啊。所以刚才要说，我们都是不是有难处？这些难处呢，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常常来跟他祷告。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要就是不住的祷告。当我们在祷告当中，记得读经，神的话就会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刚强。所以，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成为刚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抵挡这些世界的诱惑？那我们的小孩子，我们很担心他，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继续聚会，或是说离开了主。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来帮助。所以就像奥古斯丁这个在教会历史上的神学家，他的妈妈呢为他祷告了30年。这个小时候在教会主日学长大的小孩，这个奥古斯丁，他离开了主，然后做了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可是当他年纪大的时候，哎，有一天神就光照他，让他回到主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些家人的难处，或者说一些我们自己的生病什么，其实我们都可以带到主面前。当我们记得带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就越来越好。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要去读插大的时候，我脚呢就是去撞到这个桌角，就开了2次刀，然后本来走了进去，我还做了运出来这样。哦，那真的蛮严重。然后医生跟我讲说，你可能说一辈子要吃药。那我真的心里很难过，讲说，所以我很认真工作，然后我也去做礼拜，为什么会遇到这件事情？我那时候跟上帝说，可是在那个当中的时候，神就提醒我，就是其实你就继续信靠他。然后后来我在读插大的时候，那时候我考上的时候，我就自己祷告的时候，就听到一声音说我的脚会好。后来我再去读逢甲的时候，我是住在教会五楼，所以每天爬楼梯，没有电梯可以打理。然后怎么办呢？就因为上帝给我这样的应许，真的很奇妙。那个过了半年，我脚完全不动，就完全不会痛。到现在，神都医治了。所以我发现到说，真的，我们就是愿意去信靠神的时候，你发现到神是不是一个医病的神？神是不是赐给我们丰富生命的神？神也赐给我们平安跟喜乐。当我们愿意来照神的话，其实发现到神的一切丰富，就是照着神的应许，你去支取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得到。那第二个呢，藏在基督里，就是与主生命联合。那我发现到是说，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呢，是不是我刚才会不会比较像刚才有一个刚在上班的时候祷告的基督徒，他祷告完了就直接出去了，常常没有在主里面去听神他对我们说话。其实你发现到说，你发现到像我们家呢，就阳台有种一些植物，然后常常会有那个白头翁啊、麻雀来我们家这个吃东西啊。说吃虫，然后吃叶子这样，那我就体会到说，哦，原来呢，上帝照顾这些麻雀跟白头翁，那我其实不需要为生命来忧虑。所以发现到神是不是借着万物来提醒我们？神也借着像我刚刚读的那个圣经，对不对？就是要先求神的国跟神义，这些东西都要交给我们。其实我们要去信靠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生命连接于主。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都会来实现在整本圣经里面。当我们紧紧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有哪些十字架呢？可能照顾我们家人是我们的十字架，有些人他身体生病的可能是他的十字架，有些人有一些家庭这些纷争的问题是他的十字架，或说在工作中或在服事中的难处是他的十字架。神没有应许要我们把这些十字架拿走，乃是呢要我们背起自己十字架呢来
跟从他。当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主生命来联合。当我们在与主生命联合的时候，其实你发觉到说，当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常常的安静下来，来听神对我们说话。当我们能够在祷告中听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是圣灵微小声，他会来提醒我们。其实神会告诉你，你哪里做错，哪里做不好，或者说你有什么事情，上帝要你去做什么事情。那就有位基督徒的姐妹，她热心服侍神，就有一天她在路口的时候，她就听到声音，你要向右转。她那时候呢，就因为她是一个生命常常连续，她就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她听到这句话，她真的就往右边去闪，就一台车子呢，就是很神奇的转过去。如果她没有往右转的话，她就被撞到。所以你刚才都说，如果我们愿意常常生命连接主的时候，神会来跟我们说话，也会来保护我们。那第三个呢，就是常在基督里就多结果子。其实结果子就像我刚才讲，有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我记得哦，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可是借着服侍这些弟兄姐妹呢，我发觉我自己会越来越温柔，因为对这些人要很有耐心。然后那个，因为你如果带他带不动的时候，你怎么祷告？现在祷告当中，神就调整我。好，比如说我一些学弟呢，他在班上呢，就是我们是机械科，在五专的时候，他在班上是被人家讨厌的，因为他是独子，然后他就脾气非常大。比如说可能他跟他妈妈出去百货公司呢，如果有谁对他妈妈有点不尊敬的，他说你们那个经理出来，他就把那经理骂吐这样。那真的是很特别的。然后我们要，因为我是他的学长，我要带他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另外一个同学说，这个非常难带。我说我们只能说呢，多多祷告。那很奇妙的，这个弟兄呢，生命就慢慢改变。他后来在团契里面，他也信主了。甚至呢，他有一次呢，他就是跟在我们的后来毕业之后，去我们一个母堂哦，就是叫牧外堂，在士林牧外堂。然后他在那个在当中呢，出去泛舟，就那一天是台风天，人家要劝他说不要下去，他就硬要下去，结果他当天就走了，真的就没有回来。那时候我就很奇妙，我想说主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认真待他呢，可是他为什么你不听？就是你要劝就这样走。可是后来我碰到他的爸妈，他后来回到我们母校，那我知道说哦，原来这有神的灵力，因为就是因为他的去世，他的爸妈因为教会人的关心他，为他祷告，他爸妈也信主。所以我知道说神有借了很多事情，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上帝会真正是他有一种化妆的祝福。所以那我在想说，在我生命中我有没有这样一个圣灵果子，我们要回头向你冤枉，发现到说神就借着这些事情，我看不顺眼的人或不好的事情，神就磨练我，然后因为我只能祷告不能做什么，然后发现到我自己生命中就慢慢有节制、有温柔、有良善、有信实。这是神借着这些事情他来磨练我们。一样的，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生命要学习的功课，当你这些生命学习功课，你愿意在祷告中去交托给主的时候，愿意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就会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另外呢，神也会让我们结出一个福音的果子，就是说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这个人他会成为门徒。然后我就回想说，我有带了一些弟兄，然后他们就是我就带了同机跟他一起祷告，那他们从不信主呢，然后跟家人有一些关系不好的时候，然后我就是耐心的听他讲，跟他祷告，他跟家人和好了。那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就是我刚职院毕业的时候，我回到逢甲去服侍哈。这个弟兄呢，他跟我说，我不信主的原因是因为我哥哥是基督徒，他都不关心我，这是真的，你知道？那因为那个弟兄我很熟，就是他哥哥我很熟。我说你为什么都不关心你弟弟啊？他跟我讲说，我不是不关心他，是我不太会关心的，我是被关心的。就是说他从小是被人家照顾的，所以其实他不是故意，他服侍没有认真哦，其实他不会照顾人。所以他结婚的时候呢，他都在打乒乓球，都是很悠哉，然后他的姐妹也非常忙碌，
只要联络师班啊什么东西，都他姐妹在忙。他说他就是这样，他很会读书，也很会服侍，可是照顾家人方面，他真的非常弱。不是他故意的，他觉得他很困难。然后我说，那你是不是找机会去跟你弟弟说？好，你把这些话跟他讲，我也会跟他说。然后后来，他的弟弟就原谅了哥哥。然后后来，这个弟弟呢，就成为一个教会里面很好的基督徒，他也在教会里面成为小组长。然后后来，他也找到一位很好的基督姐妹，他们一起结婚，一起服侍这样。所以弗雷克说，神在我生命当中，当我愿意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就是去彼此相爱，爱这些弟兄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主的门徒，能够结出这样一个福音的果子。所以弗雷克说，其实神也可以借着你。当你愿意照神的话，你生命愿意在神的面前被敞开，就是求主来修剪你的时候，让神在你面动工的时候，你就会成为神贵重的器皿，你会结出一个福音的果子，你会带出门徒，而且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这是神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另外呢，就是藏在基督里，就是藏在主的爱中。其实你发现到说哈，我们基督徒在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七里讲到，最终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是要叫我们彼此怎么样相爱，所以彼此相爱是很重要，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那藏在基督里就是藏在主的爱中哈，这一点我有很深的体会哦。就是那时候我在读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到这个就是台中，我在青年归主当主任这样子，然后跟年轻人传福音。但是我在宿舍里面当宿舍的辅导，也带小组这样。那时候就有遇到一个弟兄哈，这个弟兄呢，他是台南人，他从小呢是在那个教会里面长大，他也是原住民。然后呢，可是到了国中以后，他就不去教会，到了大学更不去，虽然住在教会宿舍，他从来不会去做礼拜。然后后来，其实我碰到这个弟兄，我就很关心他。其实哦，他都打电动，我都坐在旁边看他打这样。我就说哦，你打什么啊？就是关心他。那他就是他会领养，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去参加聚会。那有一次呢，他为了参加一个就是奖学金的考试，那有五万块，在二十几年前其实很多。然后他要去台北，从台中到台北去考这个就是那个奖学金，要考的要去甄试这样。然后他呢，就是那一天非常冷，然后没有人愿意骑摩托车。